计划在蔡锷势力比较深入的云南率先行动，一旦袁世凯称帝就宣布独立。当梁启超公开发表意在所谓国体问题者，掀起讨袁舆论后，蔡锷的行踪就引起了袁世凯的密切注意。为了遮人耳目，蔡锷在北京逢人便大说梁启超的不是，我们先生是书呆子，不识时务。有人反问他，那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？蔡回答说，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，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，何必管他呢？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，蔡锷的护国军出师，对袁世凯震动很大。直到1915年12月25日，云南宣布独立，在当天召开的国务会议上，袁世凯竟然语无伦次地责怪起所有参会人员曾经逼他称帝。他抱怨说，云南自称政府召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，帝制与本部主张，尔等低于为之。当时在座的人都没有说话，可见袁世凯的懊悔惊慌程度。反袁护国战争开始了，蔡锷负责出征，唐继尧留守。蔡锷和唐继尧在辛亥革命中有同胞之谊，但到此时两人在思想和路线上却出现了分歧。虽然唐继尧表面上积极支持护国战争，但出征者还未出征，留守者就开始刁难了。作为地方长官，他以饷蓄支处为借口，不给蔡锷的护国第一军开发费。最后还是蔡锷的总参谋长罗佩金把自己的家产押给银行，筹措了12万元，第一军主力才得以在1916年1月16日从昆明出发，而这已经是宣布云南独立20天以后，时间显然是相当晚了。护国军和北洋军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，由于袁世凯迅速调集的兵力达10万人之多，并且配备有重机枪等重型武器，而护国军兵力单薄，在消耗巨大、伤亡增多的情况下，护国军一度处在困难的境地。这一切让远在上海的梁启超焦虑不安，他不得不经受各种艰难险阻，从上海到达广西南宁，并成功策动广西独立。广西独立让蔡锷备受鼓舞，此时的他不但要面对艰难的战局，还得应对内部的困境。唐继尧在军饷、军需和兵源上都没有给前线任何补充。蔡锷说，自滇出发以后仅领滇饷2月，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，以致衣不蔽体，食无素粮，每月伙食杂用，皆临时东凑西挪，拮据度日。尽管困难重重，蔡锷依然身先士卒，率领官兵对北洋军进行了猛烈的反击。经过七昼夜的奋战，彻底扭转战局。随着护国军的节节胜利，
广东、浙江等地纷纷宣布独立，护国战争终成燎原之火。南方局势告急，袁世凯还没来得及解决，更大的危机又在等着他。原来支持袁世凯的各国列强看到他已陷于孤立，政权朝不保夕，便纷纷改变态度，和袁世凯翻脸了。北洋军内部的矛盾也随着前线战事的失利越来越激化。袁世凯的一些亲信也感到大势已去，相继倒戈，另谋靠山。经历无数风浪的袁世凯本来还具有足够的能力应付这样的危机，却在他自己最信赖的人反叛后气得一病不起。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，1916年6月6日对世人的信义深感失望的袁世凯临死前说：“吾不为帝位喜，吾为天下人心稀。”袁世凯称帝前后不过83天，终于以反帝制的胜利告终。此后，进步党联络西南各省实力派以及北洋军阀段祺瑞，以黎元洪继任总统和恢复国会为条件，结束了护国战争。但是这次运动呢，并没有真正的动摇这些实力派军阀的实力，所以取代袁世凯的呢，还是他的下属段祺瑞。所以说这次的护国运动啊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实现民主和共和。护国战争胜利之后，蔡锷的病情已急剧恶化，不得不前往日本养病。蔡锷最后的日子是在日本福冈一家医院度过的，病中的他在那里透过医院的窗户目睹了日本的飞机演习。又一次受到刺激的他对身边的蒋百里说：“我不死于对外作战，不死于疆场马革裹尸，而死于病逝，不能为国家做更大贡献，自觉死有余憾。”1917年11月8日，蔡锷在福冈医院去世，年仅34岁。他最后的请求是：“锷已短命，未能尽力民国，应为薄葬。”开国元帅朱德曾经这样评价：“我一生有两个老师，参加共产党后，我的老师是毛泽东，他是我现在的指路明灯。参加共产党前，我的老师是蔡锷，他是我黑暗时代的指路明灯。”也有历史学家撰文指出，蔡锷倒袁成功后，中国由于再没有强势人物掌控，很快陷入空前大混乱，进入中华民族又一个灾难深重的时刻。评述蔡锷的历史功过孰是孰非，对于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意义。这段历史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一段关于知音的千古佳话。